劈腿呢，它是一种直白性的腿法，同时在腿法里面，它也是一种出其不意的腿法，由上往下而发力。请看我做一遍示范。劈腿在攻击目标的时候，你的大腿带动你的小腿由上往下发力，用你脚的底部发力，由上往下发力，往下发力。请看我再做一遍。这么一个由上往下的一个发力，一个劈腿的示范。下面呢，我就做一个腾空劈腿的动作，给大家做一下展示。因为劈腿呢，它是一种比较少用的腿法，所以呢，它主要以人的头部这种要害部位为击打目标啊。看一下示范，当对方要进攻你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扫腿，脚由上往下发力击打对方的头部或者是面部，或者是当对方进攻你，你用你的这种劈腿的腿法去攻击对方，对方的头部闪过，你可以用你的脚后跟砸击对方的胸部。这么一个胸部或者是头部的心口位置的一个要害的击打部位。以上呢，就是我做的一个劈腿的基本示范。